也没有要，要我自己去找。啊，我有去找，这样我就用，西医不能，我就去找中医来医治。中医的那些药草我也吃很多，吉隆坡中啊蒲山医院我也去过，可是也没有见效，是不会断根呐、啊，就是一天这边痛那边痛，三天就是一直痛，不知道痛什么了，痛到自己很烦呐、啊。然后不能吃，肯定是瘦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我跟人家不同啊，我就一直体重一直增长，一直在增罢了。那然后人就失去那个自信心啊，不想见人呐、啊，因为很失望嘛，因为找不到药嘛。我就一直在找，因为我不放弃。就有一天，我的姐夫，因为我是安顺人嘛，我姐夫就介绍我。吃这套迪安兰地，因为我也没有说他一定会医好我，就是把它拿回去吃。因为之前你们看我的很憔悴呀、啊，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个怎么形容。那现在吃了，然后我吃了迪安兰地啊，两个星期，我最快的化解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嘴巴。没有痛，完全没有痛，因为这个是我很敏感的，我三年里面每天痛啊，他一下子就给我发觉这个问题了，然后我就再继续的再吃多一个月，因为我的 MID 我还有加那个 use band， 我是两样一起下的，然后我就是一个月以后，我就看到给我发觉第二个问题。就是这个问题最高兴的，因为我的眼睛明亮了，哇、wow. 完全没有，不用用力就在看人啊，明眼我都看得到、wow. 不用用力啊，然后、哦、也很精神，人越来越精神，那个才是我要的。体重减不减我还没有注重，就是因为这个牵牢我整六年了、我找不到药，然后我自从我吃了、哦、我继续再用到三个月，我的体重就无端端也是下了。无端端。因为我吃了它，我不是要减重，我也不是，我是要拿健康，因为它给我健康，所以我就很高兴的，就是很有信心的，一直吃到三个月后，我就看到我的人生整个改变去了，因为我恢复了我的自信啊。今天我能站这边，是因为我恢复了我的自信。我要把这个喜悦啊分享给大家，对，给大家见证啊，就说因为我的事情，希望有人有帮助到更多的人呐、啊。啊，三个月后那个迪安兰地就是改变了我这个人生，然后我感恩我安顺的同伴们啊，他们的介绍啊，谢谢啊，今天谢谢大家。